我看过这么大的泡泡哦。那为什么没有不会破的泡泡呢？咪咪国王，小朋友，大家好。那这是哪？那是哪？我是最喜欢巴娜娜。大家好，我是把实验室当作家，可是啊，每天都没睡饱的巴娜娜博士。娜娜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想法多多，努力用功，说话气口口的美少女 Kiko。巴娜娜博士。你怎么今天这么快就睡着了啊？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把巴娜娜博士叫起来好不好？好。小朋友，我们数到三要一起叫巴娜娜博士起床了。我们一起数，一二三，巴娜娜博士快起床！哎呦，小朋友。哦，你们不要吓我了，我不是在睡觉了，我只是闭着眼睛在思考啊。昨天我做的那个可以造福全世界小朋友的伟大实验呢。哇，听起来很酷哎。是什么实验啊？哦，就是我想要发明一种啊，永远不会破的泡泡。啊，永远不会破的泡泡。不敢相信 ，Kiko。巴娜娜博士果然很有发明家的精神。有讯息来喽！咪咪国王你好，我以为我的泡泡为什么泡泡一下就破掉？这个小朋友我认识，昨天我才遇到他，他也问我的一样的问题，为什么泡泡不会破掉？所以啊，我才想要发明一种永远不会破的泡泡呢。哦，不会破的泡泡哦，那你研究出来了吗 ，Kiko？ 当然没有啊，我就是做了一整晚的实验，所以我才会这样。打瞌睡的呢？好，你承认了哈，你睡着了 ，Kiko。我是说，我才会这样闭着眼睛思考呢。那洛丽姐姐问问小朋友，请问你们有玩过泡泡吗？有啊。有，那你们玩过什么类型的泡泡吗？你说，爱心的，爱心的，还有什么？恐龙种类的还有吗？还有飞的，飞的泡泡。那你们觉得泡泡可以飞得很久吗？可以吗？不行。还有吗？还有别的答案吗？都觉得不行。那你们觉得泡泡为什么会容易破掉呢？谁想要分享？因为它是水做的。还有吗？洗碗巾。像橘子姐姐啊，觉得泡泡容易破掉，有可能是因为被风吹破的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？有吗？有哎，好多种答案哦。报告咪咪国王，小朋友他们对泡泡有非常多的想法哦，请国王参考一下。很好，谢谢你们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已经搜集了一些资讯哦。那我们大家。一起念个咒语吧！迷迷国，迷迷王，看看谁会来帮忙。抹一抹啊，洗一洗，冲一冲，擦一擦，亮晶晶泡沫洗车，还给您爱车粉色金。快来快来哦，赶快来洗车哦，现在不用等啦，快来！没错没错，还有我们专业的手工服务，还有独门特殊的泡沫，保证让你的爱车可以尽情的享受泡泡浴哦。
说到泡泡啊，老板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。就是啊，为什么泡泡会一下子就破掉了呢？哈哈，这还不简单？我问你哦，为什么泡泡会轻飘飘的飞？是因为泡泡里的空气吗？对，就像我们帮气球打气一样，打得鼓鼓的、胀胀的，然后啊，气球就会爆掉。哦，老板吓我一跳了啦。所以啊，泡泡里的空气啊也会越飘越大，然后呢，空气就会越来越多，泡泡就会爆掉。老板，你可以不要再吓我了吗？不不，洗搓搓洗搓搓，抖一抖再刷一刷。今天的衣服都洗干净哦，亮晶晶。哦，为什么你的可以这么干净啊？我的一直搓一直搓，上面还有沙茶酱、麻辣酱，还有草莓酱。你这样不行啊，洗衣服要问我啊。啊，你就是需要这个悠悠点点泥肥皂，有没有？一点点这样子后，你就可以干净溜溜了。我可以用看吗？可以，拿去用。搓搓搓搓搓搓，哦，很多泡泡呢！哦，真的耶，漂亮漂亮啊！很美呢。美好的事物哦，就像这个泡泡一样了啊，嘣嘣就消失了。就是说啊，为什么泡泡这么容易破掉啊？啊，就是风啊！你没看它们都随风飘扬，一定是风把它吹破的。哦，你是很会洗衣服啦，但你说的答案是正确的吗？对啦，风吹破的。巴娜娜博士，如果是你，你要选哪一个啊？我，哎呦，答案啊，重要的不是问我，是娜娜小朋友，你们会选哪一个呢？小朋友，你们觉得泡泡会破掉，是因为空气在泡泡里面乱跑的，举手。举手。哦，也蛮多的。那觉得泡泡会破掉，是因为被风吹破的，举手。哇，也很多哎，很多种不同的答案呢。那那那，我觉得啊，跟风应该没有关系哦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，实验室里没有风啊，可是啊，我那个泡泡还是嘣一下就破掉呢。可是我觉得跟风有关系耶，因为空气当中又没有刺，泡泡怎么会在空气当中就破掉了呢？啊，这题太难了啦，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个？好难选哦。哦吼吼吼 ，Kiko， 别着急，我跟你们说吧，其实泡泡容易破掉，那是因为我是个泡泡，他是个泡泡，你是个泡泡，爱玩的泡泡。喜欢玩泡泡，却总是一下子就破掉了，对吗？对。想要跟我们多玩一下，希望我们别破掉，对吗？对。吹泡泡是一件超级好玩的事情，那么就要了解泡泡。魔法泡泡变！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玩过拿一支吸管沾一下肥皂水，从这头轻轻的一吹，另一头就会出现许多彩色的泡泡呢？这些泡泡其实就是薄薄的泡泡膜包住空气形成的圆形球哦。那泡泡薄膜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啊，是由肥皂或清洁剂的分子包围住水分所形成的哟。哦，泡泡膜薄薄的一层，难怪容易破。No no， 泡泡膜不是薄薄的一层，而是三层哦。最外层和最内层是肥皂膜，而中间有一层薄薄的水哦。当某一处的泡泡膜变薄，或者是中间的水分蒸发不见的话，那么泡泡就会破掉哦。
而且泡泡其实很脆弱，只要碰到其他的东西，就会因为泡泡膜被破坏而破掉。爆！难道就没有让我们泡泡能存在久一点的方法吗？当然有咯，让我们来帮忙。什么方法？嘿嘿，要让泡泡不容易破掉，在调制泡泡水的时候，就得加上我甘油，还有我胶水，一起搅拌搅拌。哇，搅拌搅拌，搅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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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甘油可以让泡泡不容易蒸发。我胶水的粘性可以让泡泡更坚固，这样在碰撞的时候就不容易破掉咯。真的吗？那我们赶快试试看。咚咚咚！哇，真的不会破哎！哇，太梦幻了！喂，小朋友，你们看，巴娜娜博士又睡着了哎，我们赶快把他叫起来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那，嘿嘿，我根本没有睡着，我是装睡的啦。每次都是你吓我，这次换我来吓你们了。娜娜，小朋友，你们有被吓到吗？没有。好险啊，我们不是泡泡，不会像他一样。一下就破掉了，对不对？那，哎，人家有在说，你们都没有在听呢。泡泡会破掉啊，是因为包住水的泡泡膜啊，会越变越薄哦，所以啊，它就像水球一样，嘣就破掉了，根本不是被吓到的啦。巴娜娜博士，橘子姐姐说的是一种比喻啦。我觉得你还是赶快回去你的研究室，发明你的伟大发明咯。吼吼吼，巴娜娜博士加油哦。小朋友，泡泡为什么容易破掉，你们了解了吗？了解了。那真是太棒了，今天我们聪明加一，知识加一，太开心了。开心的话就一起来唱歌跳舞呢。 Music一起来跳舞，看前面哦！我们要看着前面跳，看谁最厉害。加油，小星星！秘密国王超级厉害，找出答案 so easy。实验森林充满神秘，一起来玩真有趣。好，我们现在手手比一个圈圈，变成一个泡泡，往上飞飞。转一个圈圈，转转转。啦啦啦啦，彩色的棉花糖，甜甜又黏黏，爱在一起。
怎么还没来 ？QQ， 我来了。哇 ，Q 公主今天真漂亮。谢谢爸比，国王爸比也特别帅。哇哈哈哈！哎呀，钟声响了，音乐会马上要开始了。今天的表演非常精彩，千万不能错过。奇怪，演奏家怎么一动也不动？对呀，也许演奏家是要大家猜猜看，他们需要什么乐器才能演奏啊？嗯，有可能。小朋友跟我们一起来猜。第一位演奏者把手放在嘴巴旁边，像是在吹奏什么乐器？我猜应该是在吹笛子，对，就是吹长笛。第二位演奏者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放前面，像是在弹奏什么乐器？我想，应该是在弹钢琴。哒哒哒哒哒，就是弹钢琴。第三位演奏者很特别，他头歪一边，两手动作不一样，像是在拉奏什么乐器？也许他在拉小提琴。对，就是拉小提琴。第四位演奏者跟别人不同的是，他的双手拿着什么啊？对，鼓棒。所以答案绝对是在打鼓。答对了。最后一位演奏者了，他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可能是主唱在唱歌，他手上拿的应该是麦克风。太棒了，乐器都到齐了，音乐会可以开始了。对对对，请问今天要演奏的是什么曲子啊？啊，乐谱，乐谱被偷走了。演奏家没了乐谱，怎么演奏啊？当然可以，而且我们还可以跟大家来玩个听声音猜乐器的游戏。这是个好主意，上乐器。哇，有好多乐器哦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边寻找答案，也一起来认识这些乐器的声音。 QQ， 我先从这个像两只棒棒腿的乐器开始，我们先听听它的声音。
这个声音我猜答案是沙林。换我来，这个乐器细细的，形状像个三角形，听听看它的声音。哦吼吼吼，简单，这声音是三角铁。再来是这个圆形的乐器，我们听听看它的声音。我知道，这是手摇铃的声音。下一个形状很特别，像扇形，它的声音是这么特别的乐器，答案是手风琴。哎，剩下两个了，先猜这项乐器，它的影子好像栅栏，一根一根的，我们来听听它的声音。再一次，这好听的声音是铁琴。哦耶，剩下最后一种乐器，青蛙响板，它的声音敲击起来应该是嘎嘎嘎，对吧？呱呱呱。诶，奇怪，我们再多敲几次看看。呱呱呱呱，别敲啦，快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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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呱呱呱。国王，刚刚那只青蛙一定躲进合唱团里，我听到它唱的都跟别人不一样。哎呀，我们得赶紧把它给找出来，别让它破坏这场音乐会了。只有十秒钟的时间，大家快找找，加油！哎，是王冠。哦，我看见披风了。是指挥棒，抓到了。就是你哦，是青蛙王子。没错，我就是最帅最爱唱歌的青蛙王子。 Q 公主，请接受我的吻吧。不行。哎呦哎呦， QQ， 恭喜小朋友得到咪咪爱唱歌徽章，完成了所有的任务，咪咪游戏的下次见，嘿嘿，哟。